中了没有？要拉绳子啊！完了，完了！你要往这边，往这边过来啊！我不知道他往哪边，我很激动啊！你看那个声音，他又来了。对，你就从这里掉。不吃吗？那个水哇，感谢幻想哥啊！感谢情人哥。怎么不吃了嘞？你勾到了吗？来了来了。是我还是我这几个大哥挺顶你的。你说中了没有？中了，拉绳子。他在发力呀、啊。你说不说搞你头？情人哥都知道我开车的来了，他不知道你名字，他说开车的来了，我说是的。我抠一下好不好？抠一下。啊？抠一下嘛，你跟着那个洞抠一下嘛。哇，可以了啊，幻想哥啊，意思意思就够了啊，就是啊，有时候，对啊，有时候多多少少都没关系，有时候上货的时候整那么几个棒棒糖，我就。是吧，上了一上午的货，主要是连棒棒糖都没有。我有好大呢，我有好大呢，快点快点，那就这么大呀、啊、我以为好大呢，把我